妈，哪里？俺去打俺姐夫了，俺姐夫来告状嘞。你滚！这熊孩子想推我哪边？看到没？推我门门，我是也活没推掉嘞，我是也活没推掉嘞。盘点全网那些想要退货的女婿。老公，我朋友约我出去打麻将，我走了啊。你给我站住！整天就只知道打麻将，这日子我实在是没法过了。今天我必须得找你妈去退款退货。你要退款退货？啊，行，那你得先给我恢复出厂设置，我再给你退款退货。呀，媳妇来了。妈，我要退货。这家伙你就退货吗？咋的了？我咋的了呀？你干啥了，媳妇？我接孩子，我干啥去了？孩子呢？孩子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你闺女在家一天饭饭不做，一屋不洗，最着他没事还打我，你看看这脑瓜都我打没毛了。来，进屋我说的。你一天一天老跟他吵什么架？作为女人你不能温柔一点吗？哎呀，这你别想咋的了，你二哥，你一天天的少花点钱，该买的买，不该买的别买。我的妈呀！快点！两口打架很正常，你动什么手啊？我的妈！车厘子，来，我爹整哪块？我怎么这么小？我这边呢？哎，你平常热乎的都不坏，妈给你扶上。啊？妈，我也渴。小王也白开水，自己倒。来来来，小慧，这些都是小影惯的。你去哪儿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妈，退货吧，有点过不去了。退货？退什么货？不是，你家女儿太傻了，有点接受不了。哎，有话好好说呗。七天无理由，这不是过了吗？再说了，她能有多傻？哎呀，不是妈，真的，我跟你演示演示你就知道了，你等着啊。玛丽，快去了，帮忙快点，玛丽，快！怎么了？我手卡住了，快点，手卡住了。你把瓶子握住，瓶握住。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然后去厨房间拿点油来，然后把妈喊来帮忙，快点，去，快去。哎哎，快去。妈，你的手卡住了，快点出来帮忙。哎哎，分开就分开，我们才不稀罕呢，早就巴不得你走了。我女婿嫌你太笨了，要跟你分手，赶紧走吧。对了，这边也带走，早就看着不爽了。喂，我想退货。啥？不给退了？喂，你是哪家店的？你连脸皮上没厚啊？现在全国都指着七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你一会儿不给退？拜法了，拜法了。啥办法了？交走了？你想干啥？我看你脸皮厚嘞，城墙广了，铁丝软。你几个意思？马上给我退货！如果不给我退，你就等着我给你差评吧。你别说了，管我切！给！你买的啥？跟哪个店买的？不行，我去找大爷。我刚才跟你妈打了电话。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吗？为什么不给退呀？来来来，你把手机给我来。现在都无理由退货，你家哪里呀？我管你是谁呢，是谁都不好使，快给我退了。这哪家店呢？这态度就该投诉他。你猫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你又开车干嘛去啊？你又要到我娘家去投诉产品不合格啊？对啊。人家两口子吵架，那都是女的离家出走，咱家可倒好，完全反过来了。你成天跟个娘们似的唧唧歪歪的，搞得老子跟个爷们似的。有人看着你还是不觉得自己错了？你要再这样下去，我可就不是光投资产品的问题了。你还想干嘛？我要退货！我要退货！
退货？你确定？我确定。行，退货行，退货当然可以了，但是。但是什么？你要先给我恢复出厂设置。恢复出厂设置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不是难为？你什么你？你就说你能不能做到的？做不到，做不到啊！这个做不到，你还好意思往我娘家去跑？谁给你的脸啊？你哪来的勇气啊你？回家。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今天是我跟我老公独自带孩子回娘家的第三天，我一刻都不想待了，我现在要立刻回郑州。12点了还搁这儿睡呢，你现在立刻马上带我回郑州。妈，咋了小云？恁闺女让我回郑州了。你现在马上给我立刻出去，你好好休息休息，给你休息吧，我好好带着你。赶紧给我吃完打哈去。我不带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师傅放下去，你这不你太强势了，你给我注意点。你累了吧，走带你去泡泡脚，走走走，那天给他啥送一下吧。我去按脚去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你咋又来了？啊妈，你过来又打我。又怎么打？俺们打啊。帮我剥个虾。你自己不会剥啊？妈，你这女儿也太懒了，我能不能给你退货？残家子停残，干不退还。师傅，上面一点毛病我可是帮你修理一下。我又不愿意了。妈、嗯、我要退货。 What？ 我要把山人退货。啥？咋的了他？咋的了呀？你也太笨了。哪笨呢？媳妇，你去上厨房看我在不在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可事儿了，净事儿，烦死了。哎呀妈呀妈呀，这还咋的了？这是的啊！我要退货。还、啊、要退啥货？退货这一天一天的，没咋的了，就你没完了。你还看智商啊？啥都咋的了？哎，刘三，我考你个题啊。你说。小明的爸爸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大毛，二儿子二毛，三儿子叫什么？三毛呗。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凭什么不对呀？就是不对。小明的爸爸那叫小毛啊？不对。哎呀，这孩子这傻的啦。那你看人家不对面吗？老大叫大毛，老二叫二毛，老三叫三毛，咋不对？咋不对？这就不对。你看这智商，哎呦我的妈！小明的爸爸呀，小明怎么？哎呦我的妈！老麻将，我朋友打麻将三缺一，我去救个场。嗯，给我站住！一个人整天就知道喝酒打麻将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你爹要是还去啊，你前脚走，后脚就给你妈打电话。打电话干啥？你还学会告状了？我不告状，我找你妈退款退货。退款退货？一个人，你要退款退货？啊。那你先给我恢复出厂设置，先给我恢复出厂设置，啊、再退款退货。啊！别笑！给赶紧出来，他又来退货了。咦，他来都来呗，能叫你吃了是咋？那咋的？他都到门口了。妈，你稳住点，拿出来说，俺妈都记着，叫门开开，看哪能砸住。慢走，我给他开开。来来，我的宝贝，还宝贝嘞，大老远看见能关住门，是不是对我心里有愧？起来，叫我进去。我以为要让你来哪里？我不应该要让，我来退货嘞。嗯，退货？正好生产厂跟杨明都在这儿嘞，今儿必须给我退货。你给我说说，以后让来退货。你生产产品不合格，必须给我退货。下来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走错门了吧？这产品不合格，你找售后啊！去，就那闺女，饭也不做，碗也不刷，衣裳也不知道洗，天天就知道打麻将，一打打到黑半夜，这我都能接受。关键是她还打我，你让我头上我打的包都没好过。她打你没走错，你没错，她能打你吗？这年轻人打个麻将不正常吗？咦，你这事儿那哪还怪不负责任呢？还护短不？那你说说吧，你结婚几年了？三年零一天。我就说你只保三年，你脱保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就多一天，
咋？你的意思是不管了吧？小强退业中，你该恢复出厂设置吧？要不然没法退。滚！那我恢复出厂设置，我都有嘛了？你别笑，我都有嘛了？别急啊，妹夫，要不然你休休吧。滚！休休？嗯？那管休业中。那俺大休家伙，走，跪上那车间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可叫我领回来，把你捅了吧。给你们不能连停过，不叫你们停过、哎，你被人累，让钱也多啊！不吃了，不吃了，还对不对了？不对了，不对了！你慢点走啊！可叫俺媳妇儿敲住了，我再也不来催我了。娘，我要退货。哎呀，这是惹啥的娘了啊？生孩子生傻掉了，我要求返厂重修。你娘前两天刚吵了架，怎么又吵去了？这还？实在不是我的问题啊，那咋不是你问题，那是我问题啊。你大喊三声李白姓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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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白姓啥？李白姓白啊。你再说三声有有有，有有有，再说三声有有有，有有有。你和猪有没有区别？没有啊。确实没有区别，媳妇儿。真是没有区别。你是猪吗？不是。像不像猪？不像。如不如猪？不如啊。妈，出来。你今天是哪来伯伯？你这哪里是啥？哪里是啥？哪一头猪？哪一头猪？那放我咋没跟你一块儿来？妈，我给这儿了。咦，咋哪里是你伯伯？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退货。退货？妈，今我年轻我夫人包着一日三年，中间不满意，我想退货，现在才两天半，我不满意了，退货。退啥货呀、哎？咱有事好商量。商量不成，你问那闺女，一三五看手机，二四六买衣裳，星期六星期天给她煮上一顺顺一天。这产品明显不合格。那你找那老丈人，别找我。那产品不合格，我找俺老丈人那儿，我再找你，你是厂家的，你是厂家的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退货！退货！退啊！现在就退，马上退！对，现在就退！同意，我要接电话。允许，为了交接。那为什么退货？这个前提的宣传和那实物它是不符呀。啊，这不是现在要位置了？嗯，找商家让他赔钱。你要包装菜了？菜了。用了没有？用过了。那给点毁了？那不是没有。这是大概你过你退是过了。嗯，闺女，我操！我操！我真的气了。那个爸妈，我这次回来呢，就是想问问咱家有没有维修。爸，冠军，你这保质期都过了三年了。姑爷，你平时不做保养吗？嗯、这还保养？那不，这个你理工卡他就糊弄你，我帮你检查一下，原版原体，气量略有磨损，来消毒。给你返厂维修就不错了，还有什么？花了八万多娶回个老婆，不做饭不洗锅，吃的还挺多。戴的项链金手镯，化妆能化半天多呀。你就睡到大中午，还没人敢把他说。现在我想退货，打不过舅子哥，他娘家人挺多，个个都不好惹。我月工资三千多，还不够他买面膜呀，这日子怎么过？谁来救救我？雨轩，要不要起来？我早饭做好了，有小米粥跟炸馒头。行吗？这就起来了。哦，你确定起来哦？确定吗？起来了，要不要脸了？睡到现在，快起来，快点！我不太舒服，好像感冒了。起来！吃饭吧。哎呀，妈，这个男的换了吧？肯定换了。好，这我女婿的。干嘛？不一样吗？这碗大，男子汉得多吃。你太胖了，要少吃肉。啊，对。你喝的什么？白开水啊。白开水也能喝红啊？
你五味最大了。你不会真以为好吃的都给你吧？哎，我就奇了怪了啊！你那楼上的金镯谁给买的？我闺女啊。你那珍珠项链呢？我闺女。那你这套睡衣呢？还是你啊？干嘛？那你钱呢？都给谁了？我女婿喽。晚上不用等我了啊！你早点回来啊！爸，退货！怎么了你这？你看你闺女又蹦迪去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走，给我取货来！什么货？娜娜的二货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任消瘦花枝胖，多辛苦没来由。你姑娘又惹祸了！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你能不能不要一吵架就往我娘家跑？那是我娘家还是你娘家？那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，我还不能找厂家投诉，要求退货吗？作为一个尊贵的消费者，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？好，现在就到厂家门口了，你去吧，去了你就别回来。我怕你啊，我。哟，回来啦，厂家咋说的呀？给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以后下单可不能凭手速了，质量啊没保证。哎，能不能不要在门口挡着？不，不行，一吵架就这样。你起开！到哪儿？你到哪儿呀？我要找丈母娘。你找我妈干啥呢？想跟我妈你？我当然想丈母娘了，我得和丈母娘告告状，一天欺负我。告啥状呢？你就得回去，你回去找我妈去，我妈马上打电话就骂我呀。你天天骂我，我让丈母娘骂你，我不得搬救兵？你咋不找你妈妈去？我你妈知道？我妈管不了你。不行，不能找。我得能找个能管了你的人。我回丈母娘家多有地位呢，我在这儿呢。回来丈母娘家天天有肉吃，我在这儿呢，天天给我吃绿菜叶子。你回我回我妈家，我妈肯定给我打电话骂我的。骂你吧，你是活该的。那有活该呢？天天欺负我。一吵架就回丈母娘家，我你啥意思呀？我要让我妈生气了吧？我要退货。退啥货呢？把你退回丈母娘家去。把我退货？退货你想一想，你不得恢复出厂设计才能退货呢？我你看我现在，看到没？虎背熊腰的。我以前这样，我以前才90来斤。你想退货？你把我给我弄成黄花大姑娘？哈哈，退货吧，退货吧。黄花大姑娘。我都给你生了孩子，我看你是嫌弃我。不行，我得去丈母娘家，那我也得退货。你去丈母娘家，我可不接你去啊。想退货想啥？你嫌弃我吧？我看你是。你退货，你咋能退货呢？精神损失费咋算呢？你咋这么无赖呢？你咋？你还是无赖，一吵架就回我妈那儿给我告状，去完了让我妈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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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把我骂一顿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